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今天是开工日，大家一定都超不想上班，对不对？那没办法，我们都是为了钱啊！大家新的一年还是要继续卖肝卖肾，努力工作好吗？最重要的是要记得收看《社畜时代》，还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大运！